大家好，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盆小苗的蝴蝶兰呢，现在已经开始正常的生长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些种到小花盆里面的相对大颗一点，现在这个叶片已经比之前大了很多，而且呢有一些也长出了一些新根。那么像这些比较小颗的，用这种三合来栽种的，也正常生长了，长得也是非常的漂亮，也有很多长新叶片出来。这一盆也是，也有很多长一些新根出来了。那么这一段时间养护呢，每天我都给它打开透透风，然后呢给它喷一些水雾，喷完水雾之后再给它通风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呢三天给它喷洒一次这种 HB101 药活力素。因为这种 HB101 药活力素它可以激活植物的生长细胞，让这种小苗呢生长得更加强壮，同时它又可以提高植物的抗性，提高光合作用。所以说这些蝴蝶兰小苗现在长势非常的漂亮。现在呢给它喷一喷水，然后给它通通风。因为这种蝴蝶兰小苗它的价格相对的便宜，所以花友们喜欢养护蝴蝶兰的话，也不妨尝试一下买一点这种小苗回来自己慢慢的培育，这个过程呢是比较有乐趣的。好了，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